有点无聊，看看业主群子。这小区附近天天有人开直升机，吵得我家子涵都没法专心学习了。物业你们管不管？好的，我们这就是3公里以外在玩夜空飞机的小朋友把电池抠了。飞机算什么？一楼你家那 WiFi 不管辐射都读到我家紫圈了。物业，我这就去18楼给您家装个信号屏蔽器。最近有人在网上发帖说我们用的都是业主闹事头像，物业运作一下。我马上联系黑客把他们帖子都删了。不是谁在消防通道上摆了家大排档啊？不好意思，人家办丧事。喂喂，丧事也不能在这儿办啊！物业，去把那家人集体复活。你说谁说这群没用了？那解压程度堪比原神启动啊！吃蛋啊！吃蛋啊！外面吧，我要欢迎光临。发现了吗？21次，22次，爸，那是不是有人跟那儿拍卖呢？别看了，你又买不起。23次，不要了，成交。你有病啊？那是20万，我有钱，还剩9980万，倒没收。哎，儿子，有啥烦心事都跟你爸说。我5000利息刚到账，3×5吃啥？鲍鱼、龙虾、帝王蟹，这些最多花2000。我下午还有5000到账，昨天和前天都没用完。哦，那你得会投资啊。爸，我觉着我不能再这么花钱大手大脚了，我已经把我的1亿都捐了，那你以后咋生活？账1亿元，这人家嫌钱太多没敢收。儿子，这就是你新买的小区啊？对，还有几户没交付啊。我问一下，三十栋在哪边？那谢谢啊，你也是业主吧？什么业主啊？叫董事长。有点无聊，看看业主群子。这小区附近天天有人开直升机，吵得我家子涵都没法专心学习了。物业你们管不管？好的，我们这就是3公里以外在玩夜空飞机的小朋友把电池抠了。飞机算什么？一楼你家那 WiFi 不管辐射都读到我家紫圈了。物业，我这就去18楼给您家装个信号屏蔽器。最近有人在网上发帖说我们用的都是业主闹事头像，物业运作一下。我马上联系黑客把他们帖子都删了。不是谁在消防通道上摆了家大排档啊？不好意思，人家办丧事。喂喂，丧事也不能在这儿办啊。物业，去把那家人集体复活。你说谁说这群没用了？那解压程度堪比原神启动啊。本周业绩目标30万。主管，这根本不可能啊。来，1人10万，给他们发一下。花钱呀、啊、你花不完。我都花完的呀。这是公司专项预算，记得开发票。完了，彻底完了。不就30万吗？咱买辆车不能填资产。我买显卡不能添置物品。那我买个鸡蛋饼就说给客户的。那他们得交29.9995个鸡，答应。那这钱又没花完呢。今年预算花不完，明年没有预算花。那我有招了。这周30万花怎么样了？花完了。买什么了？我们给客户买了个10平米左右的小房子，他以后总有一天会用上。哎，帮我上学去了。老板，帮我来20份炒饭，15份炒面，40个包子，6杯豆浆。孩子，你先让我生个火。哎呦，不敢当了，我来吧。哥们儿，你送哪片的？青城高中3年1班。那学校不是不让我们进吗？啊，你书包呢？这儿呢。你这不六五式军用背包吗？还是唱的？你是哪个班的？我炊事班的。你们再不交房子，马上给我滚！走吧，这就走了。我有套房，上我那住。你不早走？到了，30已经市中心，怎么样？我靠，你还有什么瞒着我的？苹果16 Pro Max PS5， 这些都是你，都是我买来摆家里当装饰的。我还养了只猫。少爷，我觉得你还确实
你看这阳台怎么样？这附近看着也不像市中心啊。那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买房子吗？因为你人傻钱。因为未来这附近要建三所小学六所中学，我这房价至少翻八倍。爸爸，零零后到底有多脆弱？别急，锅里还有，慢点吃。吃个饭你吃多久了？赶紧走去医院。别客气了啊，这两天啊吃点稀的吧。外面冷啊，穿件衣服再走吧。哎呀，要骨折了？腰也给你弄好了，下回慢点啊。呵呵，来慢点啊。这个美抽筋了，好像是激烈锻炼。喂，张护士，重症病房还有床位吗？没了，全被零零后占满了。零零后到底有多脆弱？老师，我有请假，我不批，滚！你啊，什么情况？这就晕了？哎呀，你快醒醒啊！你可别死老师这儿啊！啊，老师，我怎么了？没事，我批了你一个星期假，你回家好好休息吧。老师，你同意了啊？一个星期。谢谢老师。老师，我好像你又怎么了？肋骨断了。啊？哎，别动，千万别动，我给你打120，等着。今儿能坐起来，保证呼吸通畅是吧？好，谢谢啊。救护车马上就到，你先坐起来啊。这是老师，那是我磕出去的肺。道不更是。零零后到底有多脆弱？爸爸，啊啊！二十元，上颌骨粉碎性骨折，躺那儿，我给你站回去。啊，医生，他就被手机砸了一下而已啊。是大学生吧？啊，对，正常，大学生都脆。好了，下回注意啊。医生，我咋感觉我嘴里还疼着？不会吧，难道张太久得痔疮了？医生，这可不行得呀。哦，钉子忘拿了。哎，这刚粘的下巴，你慢点吃，慢。爸，哎呀，让嘴了。纯力，签个字吧。这是啥呀？刚给你买的保险，最贵的。以后你是我爸，我就指望你发财了。少不更是始觉花花世界。零零后到底有多脆弱？爸，我被蚊子咬了一下，好像有点疼。不就蚊子嘛，有啥？没事，就普通的细菌感染，暂时死不了。先给一楼交下费，做个检查吧。医生，您看一下这种情况要住院不？都说了小事儿，有啥？孩子，你有多久没上厕所了？好像半年吧。半年？哦，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吗？没有啊。外张护士，马上组织全院医生会诊。会诊。韩庚总监多情观察员。咋了？必须立刻手术，快。医生，我孩子还有救吗？没事，放心，我们都会努力的。不是，我就想问，假如他嘎了，我保险是不是能多赔点啊？嗯，零零后脆弱，胆难杀。妈，我肚子有点胀，快去医院。医生，我家孩子还有救吗？肾结石加黄体破裂，需要马上手术。手术时间大概40分钟，您在外面等着就行。儿子，你一定要坚持住啊。麻药打了一罐，好像没用，那就再打一罐。我扎，还是没用。让开，我就不信。正好渴了，谢谢啊。他这可不单单只是黄体破裂和肾结石啊，这儿胆囊炎，那儿胃溃疡。哎，那我叫救护车转院吧。不用，我自己走过去吧。啊，你刚给他缝的吗？啊，没有。儿子，你终于做完手术了。不是，爸，他们让我转院。你肚子问题不大。哎，不是什么门儿在我门口一闪一闪的。